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，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导致人缩短寿命的危险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的健康长寿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家庭像一个三角形一样，这个三角形代表婚约，在婚约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社会，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，丈夫妻子彼此立约，但是他们也与社会立约。